原来这就是佛祖所谓的爱恨。则心是为了求不得，而你却是我的舍不得。停在这里不敢走下去，让悲伤无法上演。下一页你亲手写上的离别，由不得我拒绝。这条路我们走得太匆忙，拥抱着并不真实的欲望，来不及等不及回。你爱的真是他，无论如何都轮不到我了。